来看119页，方法界波罗蜜多心经摄要，啊，名菩萨萨弥地宿说，啊，秩序就是偶遇啦，偶遇大师的这个名号，或者叫做秩序，啊。那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四要，四要就是解释啊，伊的纲要啊，伊的重点啊。因为头前是这个金刚经嘛，啊，金刚经后壁啊，顺续解说这个心经，啊，名菩萨萨弥秩序，啊，萨弥是讲的这个偶遇大师呢，伊认为讲伊家己的戒律持了无好，比丘戒可能呢无到迄个标准，所以呢，萨弥戒，啊，我看来当持萨弥戒，啊，做得到。那 BQ 个做袂到，所以家己唔敢讲我叫做 BQ， 所以自称叫做沙弥啊。那么秩序啊，那么秩序就是伊个名号啊。下面就是解说啊，解说这段第一段主要是解说这个《八戒波罗蜜多心经》这个经题啊，这个经个题目啊。那么后壁再讲观自在菩萨。啊，再来解说这个经文啊，所以头一段主要是解说这个经的题目。下面做《八戒波罗蜜多心经》啊，那么第一个是先讲这个名啊，这个、经名啦啊。此呢，直至五蕴现前一念概念之心，即是三法界啊。啊，佛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但以生法太广，有法太高，初心之人为观心为义，哈、啊，用义哈、啊。那么讲，此直至五蕴现前一念概念之心，啊，这个所在就讲心经啊。咱讲八戒波罗蜜多心经啊，观自在菩萨行深八戒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那么这部经呢，主要就是直至。直至的直接指出，哈、哦，五蕴呢，就是讲咱人呢，现前一念概念之心。概念之心呢，即个就是讲，亲像这个草芥，芥就是菜籽叫做芥，哈、哦。比如讲，咱这个芥菜啊，挂菜籽啊，还是讲咱这个草啊籽啊，所以呢。咱现前一念的戒耳，就是讲亲像草籽这样小的心，耳就是讲呢，一个这种的款就对了啊。所以戒耳就是讲，咱这念心非常的微小啊，亲像草籽安尼一刹那之间的心，一念之心啊。咱一念就是真短的时间啦，啊，就是刹那之间的心啊。那么一念之间的这个真微细的心呢，当下这念心呢，就是三般若呀，就是三种的法界啊。所以《心经》呢，主要就是要甲咱讲，咱现前这念心呢，虽然非常的微细呢，但是呢，咱若会当观照这念心呢，咱就知影讲，伊这念心就是三种的法界啊，三种的法界啊。那么简单讲，咱讲三种的法界，就讲第一就是文理的法界啊，文理啊，文理呢，咱来以外相来讲，什么是文理的法界呢？比如讲，咱头一部经啊，这部叫做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啊，这叫做呢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啊，这叫做《普文品》啊，啊，这叫做这个《金刚经》。那么咱看这个经呢，就叫做文理，也是跟咱经典呢
所思的所作的解说，啊，咱叫做文理，啊。那么咱这个文理，若看有三乘智慧，就叫做文理的法则。就讲这个理呢，放伫遮，你都有咧看，啊看哦，知影讲哦，啊就是讲安尼意思，唔是讲咱提来啊，这本是英文的，咱咧看无，啊，这个文理咱提来，咱看有诶，啊。那么因此会当三乘了解，啊。那么这叫做文理的法则，一般来讲，哈、哦。所以呢，这个文理会当三乘法则，就是你若提《金刚经》来看，提《阿弥陀经》哈、哦，《地藏经》来看，你会三乘法则。你若去提报纸啦，提杂志啦，还是讲提这个这个小说啦，哈、哦、来看，伊会三乘法则。所以这个小说伊袂使叫做文理的法则，啊、哦，这个、经典会当叫做文理的法则。啊，因为会当帮助咱呢，啊，开智慧，啊，断烦恼，了生死。所以这个文理本身呢，也是有法则。啊，你若看报纸、杂志啊，啊是讲小说啦，伊这个文理内底是无法则。啊，因为伊无帮助咱断烦恼，了生死，成佛道。啊，所以一般来讲，文理的法则就是安尼。啊，因为这个经典，啊，甚至呢。啊，咱听看这个 DVD 啊，听这个录音带啊，拢会当算文理的法则，因为啊，伊会当帮助咱呢啊，断烦恼、开智慧了生死安尼啊，所以这一般会叫做文理的法则啊。所以咱要学习法则啊，智慧呢，就是要先为文理开始啊。所以文理开始就要诵经啊，爱念佛啦啊，念佛嘛是算文理的法则啊，因为你念的是。南无阿弥陀佛啊，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啊，这拢是属于这个佛的菩萨的名号。那么伊有功德啊，伊有加持力，有加持力啦啊，三宝加持力啊，啊有佛的愿力啊来摄受的，所以嘛会当算文理的。所以简单讲啊，三种的法则，第一叫做文理的法则，就是讲这种的文理呢。啊，音声呢，伊会当产生智慧的，哈、啊。那么一般你听鸟声、狗咧叫声，咱一般人无迄个智慧，咱是无法度去体会啊。讲即内底有啥物意义啊，还是讲会当互咱帮助咱开智慧啊，断烦恼了生死，哈、啊。那么狗若咧吠的，咱愈吠是愈烦的，咱无可能讲愈吠愈欢喜的，哈、啊，吠了真好，哈、啊。对吧？无可能的，所以一开始就是一定是要用这个经典文理，以这个发音啊，以这个法来讲叫文理法则。第二呢，就是观照法则啊，观照就是讲，咱听到文理了后，依照文理如所教诸呢啊，咱起心来去观照，来去思维，啊是讲咱依照经典所指示的，咱来去做啊。来去做吼，持戒啊，是讲发心布施啊，那么这拢属于这个观照啊，就是讲听了文理了后呢，咱去观去行啊，叫做观照。那么第三就是实相的法则啊，实相就是讲，因为咱听到文理啊来观照实行实证了后，所以咱产生了解到啊，一切诸法实相。了解世间真理的，诶，这种的智慧啊，比如讲咱讲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那么常常去观照、观照、观照、观照。那么有一天的时阵呢，啊，咱看到什么物件，听到什么嘅，拢知影讲一切如梦幻泡影，那么咱就是产生智慧啊，啊，产生智慧。那么在这个法内底啊，产生智慧啦。像咱过去做事讲的，弄破碗啦，弄破鼎啦，弄破灶啦，人个产生智慧啊，哈、哦。那么这个因为呢，伊有这个啊、哦，有观照，然后了解到一切法的实相，叫做实相的法则啦，哈、哦。因为过去做事啊，啊，拄着师傅甲赞啊，啊，还是讲呢甲讲啦，啊，甲骂啦，啊，是安怎呢？人伊产生智慧呢？啊、哦，这个是这个实相的法则。实相法则来讲，了解到一切诸法的这个实相、实性的这个智慧。那么这是简单讲的这个三种的法则。
那么这三种的以上所讲的都是在这个外相里面、哦、外相里面，比如说文理的就是要借着经典啊，或、哦、是人开始啊说法啊，那么才有这个文理 的法则、哦、观察的法则呢就是要呢透过去实修啊、哦、去反省 啊去实践了后才有这个观察、哦，那么实相呢，就是这个真理啊。咱会以为讲这个真理呢，啊，就是佛所证的啊，菩萨所悟的啊。那么迄个真理呢，是圣人呢才会当了解啊。咱凡夫呢，啊，并无法度去体会啊。因此呢，这个三种的法则呢，啊，咱头前讲的主要呢，一般来讲，就是讲这个外口的啊。那么借着外口的文理，借着人的开示啊，人的指导，然后依照佛的教法依教奉行啊，才会当达到甲诸共款所体悟的这种的真理啦哈、啊。所以这是三种的法则哈、啊。那么今麦呢？今麦偶一大师意思讲，今麦这个心经呢，是直指的直接指出啦，咱人现前这念心呢。虽然心微细，真低贱的这念心，叫做戒耳之心呢。伊当下就是三种的法则啊，当下，哈、哦。所以呢，讲哦，咱讲，有的人讲哦，说啊，你读迄经哈、哦，那么咱即摆读心经，咱心也有经呢，哈、哦。心呢，这念心就是经啊，哈、哦。啊，这念心的经呢，就有三种的法则。啊、哦，那么咱一般人是讲，我来读这个册，读这个字，啊、哦，听这个法，咱才有法度产生法则。即马是教咱直接呢，就咱即马现前当下这念心呢，啊，来体悟到，咱这念心就是三种的法则。啊、哦，那么下面讲啊，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啊。佛是这个咱古早文言文的一种意思啦，哈啊，就是讲起头的，用你上头前，无什么特别的意思啦，哈、啊。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心呢，甲佛啊，甲一切众生呢，三种拢无差别，哈、啊。无差别就是讲平等啦，啊。咱讲心佛众生就是十法界，啊，心就是咱自己嘛。佛呢，就包括佛啦、圣人的法界；众生呢，就是六道众生嘛，地界五鬼畜生啊，人天受了啊。三无差别呢，就是呢，三种拢无差别，也就是讲，是法界拢是平等啊。所以咱金刚经讲是法平等啊，这个真理呢是平等的，在众生。诶，心中在诸佛圣人的诶体悟，甲咱的心诶，咱当下自己诶心呢，三种是无差别的，体性拢共款啊，叫做是法平等，无有隔阂啊。那么这个平等诶真理呢，因为讲伊无差别，所以叫做平等啊。如果讲伊拢共款，所以叫做一真同一。真性，哈、哦，所以叫做一真，也是一实，哈、哦，同一的实相，哈、哦。那么这拢是佛经来在讲，讲心和众生三无差别，哈、哦。那么这是佛教咱开始的道理啦，哈、哦。因此呢，咱就要去观察讲心和众生三种是安怎无差别，哈、哦。伊是本来无差别，但是咱众生呢认为有差别。啊，有差别呢，要达到无差别，还是都要学习啊嘛，对不？咱佛讲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是法平等啊，无有隔阂，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那么，但是在咱的心内底，感觉阁有差别啦，啊，所以免哪好有差别，达到无差别呢？啊，这就是咱啊众生要学习的所在啊。那么所以为了要达到这个无差别，咱就要观照嘛，哈、啊。那么下面讲，但以心法太广，佛法太高，初心之人为观心为意，哈、啊。
那么要观众生呢？因为众生的法太广就是广大啦，广大就是讲众生呢有地藏五鬼畜生，哈、啊，有这个人天修罗，乃至有十方的世界，有十方的众生，遐尼济，咱是要哪甲观？观甲讲会平等呢？观甲讲咱这众生拢是平等呢？那么因为伊的面啊，伊的这个相太宽。太济了，咱无法度观了，哈、啊！而且呢，看迄个种种的相呢，啊，咱呢，啊，诶，即个分别啦，啊，所以世间人讲，这行万里路啊，胜读万卷书啦，啊，但是迄是讲世间法尔，啊，因为咱看册是讲，看人册内底讲哦，倒一个所在风光如何，倒一个所在气氛安怎，诶、欸，倒一个所在偌庄严。那么呢，咱看人的描述，看人的相片呢，咱不如呢，啊，亲自到迄个所在，啊，所以讲我这行万里路，胜读万卷书啦，就是达到讲伊，啊，亲自到迄个所在，对当体会到讲这个所在伊的啊民情啊，这个国家啦、啊，这个社会啦、啊，啊，咱讲这个国家偌好，这个人偌好，因的国家偌清气，还是偌垃圾，还是偌乱，啊。你若到遐，你就知啊，对不吼？啊，你若无去，干那听人讲，吼、哦，你若去遐看现场的，你就知影讲哦，这个国家是安尼，这个人民是安尼。所以呢，行万里路呢，伊就会当去了解到这个物件。但是呢，咱佛法是讲要来讲这个平等法啊、哦，平等法。所以你看遐侪众生哦，结果咱拢是分别啦，对不？你行万里路，你看到这个国家是安尼，那个国家是安尼，这个民情是安尼，这个风俗是安尼。结果呢，产生了真侪真侪的差别的分别的看法，哈、哦。结果呢，有真侪官家好歹的这个念头，哈、哦。那么这就是众生法太广，太广一方面就伤侪哈，伤侪咱的心无法度看遐侪。第二呢？咱心也无平等，咱颠倒增加分别心，咱会分关格，啊，关格好歹，啊，所以呢，这就是观众生法呢的困难。困难点第一就是太广，伤济啦。第二呢，遐尼济，咱拢看到相，看到这个差别相，咱无法度看到伊的性是平等的，对无？你去动物园看遐济众生，你敢有想讲伊的性跟咱平等？无啊，哦，咱看到大象，看到老虎，看到狮子，看到骆驼，咱敢有想讲伊的性跟咱平等？哦，所以这个众生法太广，就是伤大、伤济。一方面，咱能力无法度看遐济，啊，第二，咱看了，咱拢是分别啦，啊，无讲徛在平等的，哦。所以，但以心法太广，佛法太高，佛法伤悬，咱也唔知啊啦，哦。比如讲，咱讲佛如三十二相，咱呢总讲咱会晓读迄个经，吼、哦，讲有佛的脚底安怎，脚踏夫安怎，佛的胸坎安怎，啊，佛的面安怎，耳安怎，目睭安怎，啊，目白安怎，诶，毋过咱就想无啊，对无吼、哦？想无的人呢，就亲像讲或者啊，有的人讲啊，古早人讲或者哦，这个查某囡仔真水的，有这个峨眉啊。啊，还有樱桃小口，啊，啊，什么呢？啊，结果有一个人真无聊，就去掠一只柳叶啦，个摆一只，一个樱桃摆一只，安尼敢有成人？啊，樱桃甲囥个只，啊，柳叶甲囥个只，啊，皮啊囥个只，目睭敢若硬硬个，啊，安尼甲囥安尼摆起敢有成人？啊，迄是一个譬如尔啦，哈、啊。所以呢，啊，咱功夫咧。脚是安怎，伊个手是安怎，伊个面是安怎？咱干那安尼讲，咱也无看到啊，对无？经安尼讲，阿佛的白和尚，阿佛呢啊，咱阿弥陀讲这个甘露澄清四大海啊，白毫完转五须弥啊，就讲阿弥陀这个白毫呢，有五粒须弥山遐尔悬，一支毛呢，就五粒须弥观遐尔须弥山遐尔悬，啊，目睭亲像四大海的水呢，啊。阿弥陀若流一粒目屎了，咱就淹死啊！啊，大家拢死了了。因为阿弥陀目睭亲像四大海安尼啊，济阿弥陀若流一粒目屎，
留落来呢，吼、哦，咱台湾就留去啊，就无呀。哦，所以呢，啊，但是咱咧想，咱无法度想到佛咧到底是生做甚物款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佛法太高，伤悬啊啦。啊、哦，初心之人呢，为观心为意，哈、哦。那么，所以初发心的人呢，只有观咱家己的心呢，较容易啊，哈、哦。因为要看众生，众生太济啦，啊、哦。像咱拄仔讲，啊、哦，拄我这个呢。行万里路，胜读万卷书。但是你敢惊会逃呢？吼、哦，敢那庄子讲：“生也有涯呀，智也无涯，对不？”你敢有这个生命，用这个生命来甲行这个，卖讲行到三千大千世界，敢那行这个地球，你都行不完啦。吼、哦，安尼讲有去嘛是走马看花啦，嘛是拢安排这个点，咱看一个看一个。你敢有讲去甲看清楚？吼、哦。卖讲外国，咱台湾都还行未透咧，吼、哦，有诶乡镇啊，有诶所在，咱都毋捌去过咧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要安怎做才会到呢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是困难。为观心为意，吼、哦，所以初发心诶人来观咱自心呢，是较容易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是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吼、哦，为着达到这个无差别，咱即摆拢是有差别。啊，要为着达到无差别，所以咱就爱去观伊，哈、哦。啊，观的时阵有三种，就是众生、佛啊，甲咱的心。众生多，无法度观；佛法观呢，嘛观未到。所以观咱家己的心较简单，哈、哦。初心为意，哈、哦，真简单啊！你也免出门啊，对吧？你若要观众生，你就爱出门。啊，你若要观自心呢，随时拢有啊，哈、哦。所以观心为意。是故大部六百余卷，既话土法及众生法，光明法界，哈、哦。大部就是大部的经了哈，大部的经六百几卷哈。既话土法及众生法，光明法界，哈、哦。那么为什么讲到六百卷呢？哈、哦，就是讲足济嘛。啊，伊内底讲到土法啊，甲众生法来光明法界，所以会当讲到六百卷。表示讲真广大，讲真济。金丹直发心法显示法界，哈、啊。那么即马咧，即个心经呢，直接为咱的心的即个心法来显示呢，即个法界智慧，哈、啊。所以因为要讲佛法甲众生法，所以当讲到六百部、六百卷，哈、啊。那么即马要讲咱的心，就简单的一卷，就会使啊，哈。所以就两百几字而已，连大部虽光明佛法及众生法，未尝不及心法。经文虽得名心法，未尝不及佛法及众生法，故得名为三无差也。连呢，就是讲大部大部的经虽然光明佛法加众生法，未尝不及心法。虽然讲佛法甲众生法未尝呢，就是讲啊不成啦，哈，不成，不成呢，不起心法，不成安尼，就是表示讲啊，伊讲佛法众生法，就是咱的心法啦，未使讲伊毋是心法，哈、啊。那么经文虽得名心法，未尝不具佛法及众生法，啊。那么今仔日心经虽然直接讲心法，但是嘛无。嘛是无讲伊，未使讲伊无佛法甲众生法，哈、哦。即句话意思讲，虽然《大般若经》呢讲即个佛法甲众生法，但是因为三无差别啦，实际上伊嘛是心法，哈、哦。那么《心经》虽然讲心法，但是三无差别嘛，所以伊嘛有佛法甲众生法，故得名为三无差呀，哈、哦。所以当讲。三种拢无差别啦，啊，三个无差别，哈、啊。下面呢讲，以五蕴现前，现前一念概念之心，哈、啊。这段就是接头前的啊，头前讲咱心经呢，就是直接指出咱即马现前这念心的三个法则，三种的法则，啊，唔是讲外上的文理。观照，也是讲佛的圣灵所证的这个实相，是呢，是在咱的心中的，
吼，就会当自咱的心中就会当观察到这三种的法界了，吼。那么因此呢，就是就咱的心来观，吼。那么下面呢，特别解说讲，为什么咱这念心就是三种的法界呢？啊，下面讲，以五蕴现前一念概念之心，啊。依明洞铁了了相知，不在内外中间之处，亦无过现未来行迹，即是观照法界。这个第一个就是讲观照法界哈。那么下面咱搁念一下哈，伊三大个文章呢。下面讲以五蕴现前一念概念之心，并现根心气界乃至十界，加十国土平等印时，不前不后。当时顿记，即是文理法界，啊。那么后壁个就是上法界，啊。咱先解说头前这段，啊。119页，啊，倒数第二行，讲以五蕴现前一念概念之心，啊，就是讲教咱爱观咱的心，观咱的心是啥物心呢？就是现前之念，即马当下。啊，起个念头，即个就是讲短暂、微细的心，亲像草籽这样细、这样细心，就是敢若讲最极微细的心嘛，上微细的心，就即马现前这念心哦，这念心是安怎呢？虚明洞铁了了上知，不在内外中间之处，亦无过现未来行迹，哈、啊，即是观照法界，啊。那么这念心呢，虚明洞铁，哈、啊，了了相知，啊，这是讲伊的这个作用。伊的作用是虚明洞铁，了了相知，哈、啊，相知就是时时刻刻拢有这个知觉的作用，啊，了了就是清清楚楚，有这个呢，时时刻刻有这个知觉的作用，啊。那么虽然有作用呢，但是伊呢不在内外中间之处，哈、啊，就是讲虽然咱讲我有这念心，有知觉的心，但这个心伫倒位呢？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哈、啊，不在之处，就是讲无之处啦，啊，无之处，也无过现未来行迹，也唔是过去嘛，唔是现在嘛，唔是未来。哈、啊，无即个行迹，哈、啊，所以即句话主要呢，就是讲，伊表达有两个意义的。第一呢，因为虚名洞铁了了上帝的作用，但是呢，你要找伊，佮伊也无在内，无在外，你找伊无啦，嘛唔知，唔是你过去，嘛唔是未来，还佮无形无相，无行迹，哈、啊，无行迹就讲伊无头无尾，哈、啊。嘛唔是青黄赤白，嘛是长，嘛无长短大小，吼、哦，方圆对无？嘛唔是个，嘛唔是伊个啊。所以无形无色，啊个无住处，哈、哦，就是讲咱这个心啦、啊，哈、哦。好，咱即马讲虚名洞铁了了上知，哈、哦，咱已经了解讲伊这个心呢，有这个知觉的心，但是你搁找找无，哈、哦，唔在里底，哈、哦。那么咱这念心就是安尼，哈、啊，虚名洞铁，哈、啊，咱讲虚名，哈、啊，洞铁就是讲，哈、啊，铁就是会当明了嘛，哈、啊。那么虚名呢，哈、啊，这两字呢，啊，真重要，啊，虚甲名，哈、啊，虚就是无实，叫做虚嘛，名呢就是清澈嘛，哈、啊。所以虚呢，就是无啦，哈、哦。那么明呢，就是清澈啦，哈、哦。那么简单讲呢，就是讲清清澈澈，但是了无所得，叫做虚。虚就是无助啦，不可得，哈、哦。所以伊是清清澈澈的明呢，但是伊了不可得。讲伊了不可得，叫做虚啦。虚哦，比如讲你这念心嘛，为透早看到暗嘛，到明仔你讲你昨看遐，你又得到啥？无半项，敢摕到，也嘛袂到啊，对吧？比如咱讲明，卖讲明仔，咱讲今仔日好啊，今仔日啦啊，你旧年诶
什么欢喜、痛苦、悲伤、快乐，拢知影，但是敢提到，了无可得，了不可得啦。迄过去一念心过去啊，伊就无法度阁转来，所以咱世间人讲破镜要中意，无可能啊。迄个过去一念心就无去啊，已经就无心，就无爱啊，哪有可能阁爱倒转来？已经时间、空间、境界一定变迁去啊，无可能啊！啊，迄是咱的幻想，幻想讲啊，我希望阁会当恢复过去的这个快乐，过去的感情，过去的健康。但是伊本来了不可得，过去就是无样，叫做虚，虚就是不可得，叫做虚啊。那么呢，咱来了解，咱这念心呢是不可得的，叫做虚。那么因为众生的这个心是不可得的，所以才有法度明啦。咱那心那是呢，咱古早人讲虚其心啦，虚其心，就讲咱这个人心爱谦卑，爱谦虚。咱这个人心那是空虚呢，咱才有法度容纳。比如讲，咱当年过去的人讲的是这个，做学问啦，咱讲学问，做学问这个一个态度，也是学习的这个态度。咱要学习物件，也是做学问呢，就是爱虚嘛，虚了就讲虚心请教。对吧？比如讲，咱袂晓做啥，咱要甲人学做啥，咱来共问啊。咱袂使讲家己心内先有一种意见，了后你共问啊，人甲你讲，你无爱接受，无爱听，安尼咱就学无啊。